做自己，做自己。谭健次，做自己。那我还能做谁呀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害人精，是不是疯了？忐忑不安，忐忑不安。哎，怎么会放这首歌呢？信我，你不信这个衣服不是我买的，你们可能都可爱路线。头发都掉光了，我现在摘了帽子，上面是没有头发的。真的是，我瘦了吧？说，哎呀，不要那么瘦，你要长点肉才好看。现在我又说你胖了，你胖了，你完了，你胖了，你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你就说，我这个人很大度，过于帅，过于瘦，这对不起，忍着吧。改不了。好狠的心呢你！我现在每次一说我要吃东西，空气都宁静。要看秃头，我又不是秃头，小气巴拉的。我是个成年人，你看，那你看啥？这次你们都给我改姓了是吧？都怪那个傅隆辉，这个螺蛳粉好像过期了，是吧？这味道怪怪的，怪香吗？不好吃。完了，再尝尝，我得拼了。问吧，这个刘海有人剪的有点失败啊，太齐太平了，一下剪回了西整个西瓜头啊，有点像，乍一看有点像洪金宝。特别高兴，能像你，特别高兴，特别喜欢。那个发型不好打理，平常你们见到都是打理过的，不打理的时候你们没见过。拿个碗就可以要饭了。哥哥的禁忌，不吃内脏。螺蛳粉就算了，这样子。突然让我想吃你们。来点洋气的，比较洋气，比较大气，对吧？一喊出来，哇，大气的感觉。最近老规定出来，频率比以前多了，现在都没法出门了，特别困难。现在出门特别困难，都调好我的吧。基本不穿，只穿内裤。最近没时间做饭，太忙了。我他们观察的好仔细啊！他们说我抠脚又捂嘴，我刚刚是拿左手抠的脚，我拿右手捂着嘴，有问题吗？我就算拿左手捂嘴，怎么了？我自己的脚，你什么癖好啊？你这是啊？放点音乐，空气都干燥了。没事了，重点是要跟你们聊天，重点是让你们看见我，我们要有个心灵上的碰撞，呼应，沟通，享受 ，OK， 混吃等死，哈哈哈 ，No， 人呢？唱儿歌，哎，我怎么普通话也不行了？儿歌。